上苍，天罪。兵败如山倒，火不点，一意顺意，重新重雄圣太子。我一力东归一军，好。一人强人相，出国感情把握幸福，凡事中不能合这个三不休，正东西高飞，时间何时停止数秒，只要一项进步，一度中更联合一股红不归境，冰下一身、银牛三郎多受刑命，准备轰出霸灯之光。我不掉，走，走哪里去？我要修，朱兄，你好不用啊。严禁队，这严禁队就搬动嘛。子雄相干其中，快回空中。哦，那是啊，这个做雄行进，你走这些，我跟我对兵。本帅在精明，对呀。这个一对兄弟，我一兄，我自救起来，你别当真操场。兄弟，我老弟强，我来替行，兄弟也对抗俺。对呀！拿来一队兵进去。现在都哪里走？红皮虎走了，因为是要得卡个进昂乡，最后令三三兵百将处处有一身。看这道气功，就知影新的你来了。心怀一片东岸，严嵩七窍乾坤，观看万象阴雨，回首再入黄昏。这个放心，万仙的出手，花无蝶绝对有救。七八仙呢，以及红心加上武装修成，又回你所练的功体已经不动，你也以他一样的严重，我乃知三不朽之可敌，一阵惊人。三不朽何敌？那华贵天劫一道的流光该是阿丢，险险未记的仙娘，华老师上是高你一滴，为兄的对道流光，咱行。三不朽此时回首，华无蝶你将转何为何？青叶红叶，灭尽个人都问何方名？以三足银丝。就该花蝴蝶替来之凶，花蝴蝶再来的了情无法中断，况且灭尽飞枪，
你我必死无疑，所谓的机关心境，我来护送红红明一秋了力。基本得问一小点下，九星帝国金完全后，敌关花不掉，维修鸿蒙。同时间，我要将。鬼样美丽，飘飞之间，逐渐妖魂更好。我做不死，就最多妖龙救难，魂不破体。刺激刺激，人有攻击，妖有凶狠，都问红明一手空掉。金陵洞下要给天机消耗吗？暗处不义才是福，也猜出何种行动呢？心必入物，一生贤明，一代红袍。来到孤零之外，你有办法进入北极红岩吗？武则天面对各方压力，你真的大开世界吗？有滴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戏《霹雳神州》第三部第30集《一世贤明》。